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1号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，鼓励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考试都能取得好成绩。虎年大吉，然后最重要的还是身体健康。大家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新年快乐。你身体健康，生活充实，心情愉悦，财源滚滚。心想事成。祝各位留学生同学新年快乐。也希望疫情能够早日结束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在渊源早日见到各位同学。虎年要虎虎生威。祝各位老师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阖家幸福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顺意。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大吉，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我希望2022年的到来，能让我遇到更美好的时光。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Hi everyone, my name is Anna Wei. I hope you all have a wonderful 2022. I hope you are being healthy and have high grade. Fighting. 诸事顺利，事业学业有成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天天开心。这两年呢，我们一起经受着疫情的折磨，希望2022年将是一个健康、幸福、美满的一年。我在这呢。祝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所久解所缘，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不断的腾松，磨得新的高峰。新年快乐！2022年快要到了，希望呢，2022年我会带来大家幸福健康的生活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在这里我祝大家新的一年更加精彩，充满爱，充满自信，也希望大家和这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美好。在北京玩得特别开心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健康，然后好好过年。大家新年快乐。大家新年快乐。在此祝福各位老师及同学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老马大红包去哪？我们是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会，在此祝福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新年快乐，祝各位老师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，阖家欢乐，祝各位同学学业有成，
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天空盘大笑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万事如意，祝所有的老师们工作顺利，阖家欢乐，祝所有的同学们学业进步，万事胜意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在这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顺利毕业，找到自己想要的未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本学期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国际学生助理团队，在此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学业进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 Happy New Year， 天空白马牛， Feliz Año Nuevo， 中国的加油，多谢，年底的多谢，耶、yeah!